传说中被人民看烂片的桃姐，原来长这样啊！这上面有。不过桃姐，我也很好奇，每次在微博发布影评后，看到各式各样的反馈，是怎样的一种心情？哟，这才是采访提纲啊！抱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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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桃姐。好，谢谢桃姐的分享，也再一次恭喜各位获奖博主，请各位台下稍作休息哦。这都不。看完电影博主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电影的歌曲部分。下面厉害了，马上要颁出微博最佳电影原声女歌手，请看 VCR。2016微博电影之夜，微博最佳电影原声女歌手张靓颖。